这个哦，我已经一星嘛，你要升二星要五个阶段，每一个阶段就要53个，但因为我都升完了，好，先升级，我们现在都一星，这还在升级中。那我这个宝还有三次，来给你看加速，你看加速有多少，还没用。这边还有多少加速还没用？研究一大堆加速可以用。我现在因为今天好像被打，不然现在应该兵还是蛮多。训练加速，训练还有这你看一大堆啊，用不完。加速大概是这样，就基本上绰绰有余，很快就二星了，就只剩活动而已。然后过来基本上也不用氪什么钱啊，现在等离子蛮缺的，帽子400多的已经用不少了，设计图还有400多，这几个都太多了。这张设计图现在都蛮，这个战术设计图也缺很多，就还留着不想用。我就现在就升的差不多了，嗯，你看，要点都，我都好想点下去，看啊，等人家活动还，你看，多少啊？这实在是，其实那个 LY 有极力超越他，你知道吗？只是我一直忍住，我就一直忍住，等活动来的时候再捡。